头。这个球其实佩内角速球相当不错，拉回来在右半边。哦，詹志耀教练，千里丢在保中，身手依旧，反应依旧很快，他的头盔都掉下来了。哎呦，难怪他会吓得头盔都掉了。然后这两个看钉管的，你都看不一样。哇哦！再来一个变化球，让打者变成人体电风扇，遭到了三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央央。看完影片呢，记得要点一个爱心。如果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呢，记得帮我点一下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，这样子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支最新的影片喽。